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又是我们亚华 TV 里面的小政府的节目啊。咁有我何文杰107动力的召集人啦，同埋咧今晚我身边请了一位特别嘉宾嚟啦吓。咁啊，唔止喺陆上吓，即系行动自如啊吓，海中间咧唔系好多人可以吓穿州过省啊漂洋出海嘅。阿张友良先生吓，嚟自西贡游艇协会嘅会长。咁点解请阿张生嚟咧？咁因为我哋今日小政府咧就想探讨一个。近月都是社會很關注的話題，究竟這個遊艇自由行這個政策和措施有什麼利和弊呢？有什麼的即當中的經濟效益會引發，又或者有什麼憂慮是可能我們需要去擔心的呢？今天我們的節目希望就和張友良先生，一個遊艇業界的從業員，多年經驗，和你分享的話題。不過在開始我們講遊艇自由行之前，其實我們可以先從這個行業的描繪，甚至張生的入行經歷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跟我們現在的網友都可以交流一下，就是這個為什麼這麼多行業72行都不入去入了一個遊艇這個行業，這個很冷門的行業來的。是的，其實呢都是出身有關，在海長大的，小過在捉捉魚，對個海都很有感情。其實都冇諗過入呢行㗎，不過偶然個機會咁啊，其實都唔係想揾咩工作，即係有辦法可以養活咗屋企人就已經最好咯。但係可能偶然個機會係接觸到遊艇，原來遊艇咧好多時會有啲感覺咧，就係遊艇好高不可攀嘅玩物啦嚇。但係咁啊，其實遊艇咧都可以，譬如話其實喺我哋探討可以將佢咧就係、是。基層可以玩嘅，譬如話最近呢十幾年好流行嘅釣魷魚啦嚇，咁你一批人咧做完都喺漁民啦，攞魚走去出租遊艇，咁啊帶到好多歡樂俾人家。同埋咧就話咧私人遊艇咧，我發覺咧好多時每隻牌子或者每一個設計師有個諗法咧，即係遊艇就係咁噶啦，就佢以為好好咁。但忽略咗我哋中國人咧，就每個人有佢自己需要，或者佢個佢屋企人或者我屋牆要幾高啊，我沙發要幾大，或者點先舒服啦。其實喺香港就好好，香港真係香港有一個好好社地方，四面環海咁好靚。尤其是喺香港東部即係西貢嗰邊啦，啲沙灘啊同埋啲海水好清澈啊。另外一樣就話香港比較一個自由港咧，原來好多人都唔明白。在香港買遊艇咁多人玩，點解咧？原來係唔使税金嘅，即係好個税金同好多國家要好重嘅税金唔一樣。同埋就玩遊艇咧，就係一個普及化，同埋一個就好多或者通常都係有咗間屋啊，有車之後咧，就諗到會出海一個家庭樂，好新鮮空氣啦，好好玩嘅海域啦，咁變咗。其實遊艇會個趨勢咧，喺呢過去嗰十幾年同埋一路睇緊未來咧，都係發展個空間好大嘅。但係因為香港就地方太細啊，停泊遊艇嘅地方就嚴重不足唔夠喎，其實。所以其實每個行業應該有規管，有個即係有個發展嘅空間。咁發展空間係對於整個香港有利，因為弊咧，其實有時我哋同阿何生，你都做社區工作噶啦。社區我覺得有時都會照顧到唔同階層嘅人嘅時候咧，我覺得如果你個行業發展到成熟嘅時候，喺個從業員會養活咗好多家庭，同埋喺相關行業維修保養啊、停泊啊、駕駛啊、清潔啊，咁啊其實香港嘅工種係嚴重不足嘅時候，即係而家譬如話你有啲喺水上長大啲。一般都唔過中學畢業嘅咁，變咗出嚟揾工作幾難咁。其實即係張生同我哋即係講咗，其實即係旅遊即係遊艇呢一個行業，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我話就係租架遊艇咁簡單，即係可能涉及好多工種啊，或者涉及個經濟效益好大。係。頭先特別提到都係我哋個節目嘅好中心思想咧，就係即係政府唔應該收咁多税嘅嚇。咁原來。這個遊艇呢都是一個免稅的產品，所以在香港呢就特別受歡迎，甚至很多豪客、都可能來香港買。但是可能對普通市民來說呢就不太認識
即係成個遊艇業係點樣，即係係一個咩回事咧？咁頭先阿張生提到你都係漁民出身嘅喎，即係可以由漁民哇轉型到成為呢個買賣遊艇嘅咁嗰個行業其實係本身係即係個現況係點嘅咧？喺香港，即係買賣多唔多啊？或者咩人去參與？我哋普通市民平時就租遊艇去一起出海游水咁，呢啲係咪屬於遊艇業嘅一份子嚟嘅咧？其實而家香港咧就從2007年開始就分咗兩類遊艇，一類就叫出租遊艇，所謂就遊樂船釣魷魚啊，出海游水嘅。咁所謂西貢遊艇協會都有創立咧，就係話俾一班漁民去轉業嘅。另外一批咧就是私人，純係私人遊樂用途，啲公司或者私人玩嘅。咁所謂超級豪華嘅遊艇，即係最近好熱門嘅遊艇啦，過億嘅遊艇都有啦。但係一般所謂遊艇咧，如果二手價值嚟講咧，百零萬咧，已經有三房啊、兩廳啊，有卡拉 OK 啊，有齊所有嘅嘢。咁如果分開幾年去供，一年供幾一個月供幾萬咁，三兩萬、三幾萬，其實都可以貸款嘅。同埋就話有兩種啦，一種就私人遊艇咧，就變咗你如果有多錢多啲嘅時候，就訂製一個純係個人需要個人化嘅遊艇。我比較專營一種叫做好個人化嘅，你係譬如甚至你用嘅顏色啊，你船身嘅顏色啊，或者隻船嘅流線型啊，所有嘢都可以選擇。譬如甚至細到一個所謂門鎖啊，一個擺牙刷嘅地方啊，我哋都可以自己選擇，因為好多遊艇就冇得選擇嘅。咁我想，因為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咧，我成日想唔想浪費有環保概念，好似有時會牽涉，我覺得好奇怪。有時有啲居屋都會整個大嘅浴缸喺度，覺得好浪費。其實我想就話香港人好特別，就係話雖然有錢冇錢都會尋求一個個人嘅空間、住嘅空間啊，或者係玩嘅空間。所以我哋就會提倡遊艇，其實有兩種，一種就係冇錢，學生可以百零蚊去租啲。我哋協會啲艇去出海，我睇下而家啲西貢啲六角柱石啊，世界第一公園啊，甚至乎去睇下橋咀個菠蘿包咁。有錢咧又會好得意喎，有錢去玩咧就其實拋咗鰻之後咧，走去瞓下覺，游下水咁好，即係唔係講到又話有咩特別嘅活動冇咩特別活動，只係一個，因為其實消遣，拋開所有煩囂，電話都刪埋咁咯。係啊，其實收唔到啦，收唔到。咁頭先張生提到，即係喺2007年之後咧，就香港原來遊艇就分咗兩類牌照，一種咧就係即係由百零萬到過億都有嘅私人遊艇啦，一種就係攞咗一個康樂牌照可以租任嘅一啲遊艇，即係一般市民平時我哋釣墨魚啊，即係或者係我哋租嘅船去浪騎游水啊，呢類就係屬於即係頭先我講後者啦，係嘛？即係康樂牌照。其實呢個牌照點解去到2007年才有嘅？有冇啲古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從遊艇認識咧，就覺得好奇怪咧，就話原來咧西貢有一班，我細個嗰時候咧，我爸將啲漁船咧改裝去做一件好多人去燒烤燒雞翼咁。咁咧原來咧，我爸話俾我聽係犯法嘅，係警察會拉嘅。咁我警察拉點解又做咗咁耐，又容忍會俾佢？又容忍佢成30年喺度運作，咁我就去成立一啲會嘅組織，咁啊就同開始探討去傾啦。咁原來係大家嘅觀點與角度咧係差別好大嘅，好差異嘅。咁喺好多過程尋求喺立法局辯論尋求，我個人咧就係覺得最重要係咩咧？出咗錢我租你隻船嗰個人嘅保障，嗰個人嘅生命或者人嘅權益，究竟你有冇買乘客嘅保險咧？有冇安全嘅咧？我哋環境安全個角度睇咧，原來同海事處係有好大嘅分歧嘅。後期喺談判嘅過程咧，經過十幾年嘅談判咧，就大家有個共識，係通過一個現成級社嘅協會咧，去檢定啲安全性或者一啲操守嘅嘢。咁我哋樂於配合，然後每一年都會檢驗一次嘅。咁就係變咗做出租個遊艇係正式合法。喺個合法過程咧，當然係。業界都有好多人係反對，或者係喂冇人管我幾十年，你梗係管啦。但我覺得現今社會部有一個叫做有規管、有法治或者一個守法嘅精神，或者一個對市民一個服務嘅態度啊，都好緊要咯。所以我覺得就成立個協會咧，
做了十幾年之後咧，就會睇介紹不同的安全的講座、安全的訓練，同警方或者水警開始處做了很多不同的動作，甚至回家開始處或者電視播映的短片啊，都係我哋提供意見啦。即係頭先咁講，以前在2007年前咧，即係有人想租的船去游下水啊、釣下墨魚啊，其實政府就冇一個有效規章的制度去發牌啊。我記得當年我看那本 license 嗰本牌報咧，就遊艇啊、船康樂用途嘅不能作出租，同埋係有呢、這個要一個報酬嘅。係。咁後嚟我就好奇怪，因為我阿爸就係有兩架船租俾人一樣，但係我哋即係冇魚攞。即係其實香港政府係唔支持農業咁，變咗我哋自己自力更生揾個方法咧，就係點樣去求生。但係轉咗之後就犯法，咁我哋冇嚟做犯法嘅嘢噶嘛。喺我哋嗰代覺得，你生喺香港嘅地方就應該做合法嘅工作咯，所以就尋求去合法咯。所以我覺得個過程幾耐啊？要爭取呢個12-13年，康樂遊艇合法化係12-13年，由呢個抗爭性質走入建制，我哋覺得喺個過程好有趣，同學到好多嘢啦。覺得原來要個社會要融洽，同埋係求到人認同咧，唯一嘅方法就係不斷去輸出你同埋你好嘅嘢，不斷去重複講咯。即係原來以前即係用私家車嚟做比喻咧，就比較容易理解啦。一般買嘅私家車可能就可以自用，咁就一般人就唔可以隨便話租架車俾人哋一個鐘兩個鐘。係啊，冇錯，借就得。道理一樣。係啦，道理一樣，即係你借俾人揸下得嚇，但係你租就唔得，咁啊變咗白牌車嘛，係嘛？咁但係原來呢個制度喺私家車嘅制度咧，就一路以嚟2007年之前都喺遊艇通用嘅。但係普通市民一般咧，我細細個開始都有租。即係同啲同學仔一起去嚇租個艇去浪企游水㗎啦。哦，原來那些以前是即係租船嗰度違法嘅，非法嘅，都是非法嘅。咁啊，張友良先生嘅遊艇協會啊，同好多朋友就講搞咗十幾年嘅時間，先至向海事處爭取到嗰、那個牌照。咁呢個就真係一個好嘅德政啦。咁有咗牌照同冇咗牌照之後，對嗰個行業嘅發展有咩變化呢？個變化咧都幾大嘅，譬如話你就咁合法咗，爭取一條西貢公眾碼頭，好快阿專員啊或者地方政府批咗新嘅公眾碼頭喺西貢已經係開咗兩年啦。另一樣就話西貢咧係一個好大字喺香港後花園，世界後花園嘅地方。如果你連好多人嚟到西貢食海鮮之餘都出去玩一陣㗎，玩下㗎嘛。咁我覺得有咗個碼頭，咁之後你再爭取啲譬如話任何嘅，譬如有啲無線電嘅通話，有地方要就浪艇。你以前你細個浪艇收唔到電話嘅，而家打咗電話浪艇。咁我相信我哋做咗好多嘢咧，能夠將來我哋會仲要搞啲航線，即係譬如話有啲第一公園係點樣睇嘅咧？咁係咪應該合法咗之後有條固定嘅航線係俾人參觀我哋個世界第一公園咧？我覺得。同埋係一般俾艇家同埋啲船嘅擁有者咧，出租嘅擁有者咧係守法，因為原來係業船師又話呢條呢條又要做好佢要跟住規矩做，對於我覺得出租使用者咧係安全好多嘅。咁我覺得有法可依有利可據嘅時候咧，同埋你租嘅時候你都查察下呢只船係咪可以出租，上網查察呢船係咪海事處註冊咗可以出租，咁我覺得有保障多啲對市民啊，係啊。咁即係。在那個登記制度底下咧，有幾多大概幾多船係加入咗落去呢個康樂？應該有兩百幾至三百。兩百幾艘喎，咁其實一般主要都係一啲服務大普羅大眾嘅船啦，係嘛？就唔係話一定係服務富豪啊，因為通常都係兩夫婦做一個行業，佢通常都一年係做4-5個月嘅啫，冬天就差唔多冬眠。佢揾咗批錢係自己做埋維修啊，自己做埋保養啊。咁兩夫就唔想攞香港一個綜援啊。譬如60-70歲都可以，仍然係可以做人出海。反而我哋覺得會做啲 briefing 咧，訓練佢哋對於客嘅服務啊個質素，或者充當個講解員，邊度好玩咧，邊度風浪平浪靜啊。所以我覺得就 upgrade 佢哋嗰個質素咯，嗰、那個比較好啲咯。我都去過釣墨魚咧，就係多數個船家就男士啊揸船，個太太就煮嘢食啊，煮嗰個炒啲墨魚，跟住即刻俾大家食，咁啊好開心咁啊嘛。原本啲墨魚拎去街市賣都唔係好值錢咧。所以就其實我哋諗到就話，如果你係攞幾斤墨魚去賣，咁可能賣100-110，但通過個過程俾啲遊客去玩嘅時候。
然後玩的過程就付了幾千元給你，但是大家都相得益彰，好玩我覺得。啊、即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原來哇一個創造一種價值出來，是即只要政府拆牆鬆綁，不要管那麼多，以前就哇你租船都說你犯法的、啊、原來現在規範了，人人都可以申請個牌啦，咁啊一啲可能面臨失業嘅漁民，都可能揾到個新嘅即係出路啊，生活嘅空間啊。各位朋友，我哋小政府咧今日探討呢個遊艇自由行啦。咁啊，張學良先生啊，嚟自西貢遊艇協會嘅會長嚇。咁啊，喺過去好長嘅時間就關注遊艇業嘅相關嘅資料啦。咁頭先我哋上一次談論過呢個2007年之前嗰、那個規章制度，原來咧我哋租親遊艇都係犯法嘅。咁啊，阿張生同啲朋友十幾年嚟爭取咧，終於就有個咁嘅制度規範咗。咁啊引發咗原來喺2007年之後有好多嘅即係一啲旅遊嘅活動可以即係合法地進行咯。咁當時嗰個過程爭取嘅過程有冇咩啟發到？而家仲繼續爭取緊嘅。發覺咧，原來咧，我哋普通市民諗啲嘢咧，原來同政府嘅官員咧，真係好似你所講嘅，真係其實好僵硬嘅。佢哋好制度化得嚟咧，係佢睇一樣嘢咧，好淨係睇咗一樣嘢，唔可以用帝國角度睇啲嘢嘅。因為政府嘅官員或者海事嘅官員咧，嚟自係一般係所謂佢用商業船嘅角度，等於商業船角度，我哋覺得係集體運輸工具嚟嘅，好似譬如話如果整架巴士去做一個跑車，咁可能係一個好大問題。所以我覺得集體運輸工具同我哋私人遊樂係應該分開嘅。所以一般同我哋談判咧，就係講緊你想要合法咧，就唔該你每一架艇都有好多座位，拉埋安全帶，咁樣冇意思玩。咁我問佢，如果我哋喺個 deck 面搽咗太陽油曬太陽，咁得唔得嘅咧？咁佢話冇人咁玩嘅，咁所以我覺得好笑話。佢其實係因為每一個人睇嘅嘢唔一樣，後期遇到個官係幾好啊，即係睇好多唔同角度嘅嘢。譬如話，我純粹睇安全性同埋係唔係可以合法，因為喺建造嘅時候咧，遊艇咧冇一個指引俾我哋咧，因為個個做出嚟都唔一樣，冇個大細，冇咗標準手。咁喺傳媒一個錯覺就係話，你達唔到個標準就係唔安全。但在我的角度就話達唔到個標準，即係因為唔同的標準做出嚟都是安全，大家係爭論了一個論點。但後期我哋大家一個同意咧，就係話我哋安全標準一定是統一，同埋假設隻船係唔可以漏水啊，唔可以漏油，唔可以某樣嘢，我哋係同意嘅。然後在安全救生衣嘅設備啊、保險方面，我哋係買足嘅。所以後期談判就比較喺2005至2006年咧，就比較好順利，就直到2007年之後正式合法，到而家都仍有用緊，每年都檢驗一次嘅一個制度。我覺得呢個制度我比較同意咧，就係話喺香港有好多18個區應該係有唔同嘅發展空間，唔同嘅借鏡啊。譬如話西貢可以發展遊艇嘅租賃服務，咁第二區係咪可以發展乜嘢嘅咧？咁我覺得西貢呢個發展遊艇係一個俾政府一個自力更生。我哋唔想去攞綜援，我哋班商人咧唔想去係政府一個好負累，同埋唔想同政府一個爭端，一個大家你告我，我有請人打官司，我哋想去合法，就係話大家尋求一個合法嘅共存喺度咯。所以我覺得有關將來可能譬如話喺海道所謂喺西貢有好多地方咧，係咪可以俾人去養啲魚嚟垂釣咧？喺個保育區。然後啲人出海做咩咧？游下水之後釣下啲魚，係海魚嚟自己食下咧。我諗好多嘢可以規範咗佢咧，作為一個我哋市民一個玩。其實香港唔一定出地方出去玩，可以喺翻我哋香港玩都得㗎。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好多資源咧，本身冇用盡啊，話特別沿海我哋海岸線咁長啊，有咁多離島。咁但係其實一般人唔係個個都係富豪咁啊，私人遊艇啊嘛，係嘛？咁其實即係如果大家夾一班朋友夾啲少少錢咁啊，租架一架遊艇一齊出去海咁，都係無論夏天冬天都可以一個好好嘅消閒活動咯。咁啊，就多得反而係業界嘅爭取同埋長時期推動，就先至令到成個制度即係健全咗出嚟啦。咁頭先提到遊艇呢、這、一個即係
類別就頭先我哋討論咗好耐啦，依個康樂牌照。另一類咧就係啲私人遊艇啦。咁私人遊艇香港算唔算蓬勃嘅咧？嗰個買賣啊，嗰個情況係點啊？香港我覺得喺世界各地嚟講咧，香港嘅私人遊艇係應該係最發達嘅。係，因為用人口比例嘅真係已經好多，同埋好多會。但係香港嘅人嘅生活模式咧，我哋習慣咗之後咧，就原來咧因為地方太細啦，即係譬如假日你出到街咧，好局促咯，所以好多人都跑去海嗰度睇啦。所以私人遊艇嗰個銷路咧係遞增啊，一路每年都遞增好大，但係就係泊位係嚴重不足咯。即係話喺香港冇因地嘅規範啲遊艇會，或者規範啲地方可以俾人停泊，甚至乎我哋海人譬如話可能幾個人夾埋買只遊艇共同擁有去玩嘅時候，咁我覺得成個香港對於所有嘅服務喺私人遊艇嘅人。個從業員都係相當之多嘅，有關行業譬如清理啊、保養維修啊，甚至喺嗰度每架船可能講緊過億嘅船都要五六個嘅從業員喺度。咁我覺得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同埋最近個國內好多公司嚟香港上市啦，咁佢哋喺香港上市咧就會學得香港人一樣有架遊艇招呼佢哋啲貴賓啦。咁我覺得。遊艇其實應該仲係有好大嘅發展嘅潛能。嗯，即係喺香港個人口比例上，原來遊艇都算係比數目上多㗎啦，係嘛？但係嗰個遊艇嘅價錢，頭先我哋第一次提過係由百零萬都有㗎嘛？係、嗯。去到最貴幾多錢嘅咧？又最貴兩三億都有。兩三億。但係一般佔數量比較多係屬於咩價位嘅私人遊艇？一般喺我嘅經驗咧，大部分都喺五十幾至六十幾尺，大概係二十幾至三十幾人的載客嘅量啦，咁大概係環繞六七百萬至到千萬的中位數咧，就最多人擁有，最受歡迎，最受歡迎最多人擁有。咩類型嘅人會買遊艇玩嘅咧？好廣泛喎，專業人士啦，譬如有啲醫生、律師啦，有啲係家庭，好家庭嘅喎，佢會一家大細睇遊艇啦，然後就好中意好個人化嘅。咁最近有好多。公司擁有咧就一般都要好大價嘅，咁甚至乎咧係國內嚟香港嘅公司啦，同埋就話因為國內嘅税制咧就好高嘅，所以國內咧就包含嗰個所謂增值税嘅所有税咧，就應該去到43% 嘅用嘅税金嘅。喺香港，所以一般佢喺香港掛牌咧，就嚟香港玩寧願就，所以佢哋就而家喺市場佔咁有三分一都係。我哋認為他是國內嚟嘅人，因為但係佢有香港身份證嘅。哦，咁啊，即係好有趣喎！即係我都去過啲朋友嗰啲公司遊艇啊，咁啊喺銀行做，咁佢又可以俾員工咧，銀行就擁有架遊艇，咁就俾員工就可以俾租嚟俾同朋友去玩啊，作為一個福利啊，亦都作為一種即係鼓勵嚇，即係你升職去到某個級數可以租啦啲遊艇，唔同級嘅喎，係啊，唔同級嘅職員就租唔同級嘅遊艇嘅喎，係啊，咁啊好有趣，咁但係即係唔係一定要超級富豪先擁有，其實普羅一啲打工仔都係會擁有到啲遊艇，或者啲即係專業人士啊咁樣啊，係啊，煲胎就中意坐人哋遊艇嘅，公務員就可能少啲會少啲公務員啊，咁。首先，張日良提到話有一啲呢一個國內嘅即係豪客啊，或者係公司添，甚至嚟原來個原背後就係因為個税金嘅不同。咁國內如果買一隻同級嘅遊艇，就要俾多40%+啊，係43%嘅税。咁啊，即係如果你講話用600萬至1000萬嚟計，咁啊真係好大嘅數目嚟喎，買多隻都得噶咯喎。咁所以好多人就寧願嚟香港買註冊，就擺喺香港隻船。咁啊，要玩嘅時候就搭車搭飛機落嚟玩噶嘛。咁呢個係一個係咪一個普遍越已經佔咗市場上三分一啦，已經係嘛？最少係。咁啊，越嚟越多噶咯喎。咁我聽有啲報道就提到私人飛機啊，喺香港都開始好受歡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國內嘅即係企業同埋啲富豪咁就想即係嚟香港擺存放呢個飛機。咁都係因為我哋税金。
便宜咯。而家好似就算有客傾咁咧，譬如一百尺遊艇可以停架直升機喺上邊啊。哦。咁誒，佢哋會設計到咧點咧？喺入邊可以打嗰個高爾夫球，或者係嗰、那個佢喺個熒幕度打咁。變咗其實好有趣咧，就其實國內頭先開頭都講過啦，國內咁多人嚟香港買遊艇咧，仲係關注唔係嗰個税問題，係最主要係話。我哋香港係一個自由港，嗯、我哋做完呢個節目或者燒完嘢都可以隨時出到海，因為國內就好多規限，同埋可能國內因為共產黨同國民黨一段距離係鬥爭或者定係抗拒嘅時候，台灣同緊同國內一樣係除咗漁民係唔可以出海嘅。哦，到今日為止都係。台灣係一個做遊艇嘅王國，但係唔係玩遊艇嘅國家，所以好笑，你覺得？因為香港真係好自由到你我哋就好崇尚我哋香港嘅自由同埋法治嘅精神，嗯、所以我覺得香港玩遊艇有咁個因素係帶動咗我哋所謂中國地區啦。所謂中國地區應該係學得我哋香港咁，其實一般有錢人都唔會做違法嘅嘢㗎啦，或者係唔必冇必要踩過界做唔啱嘅嘢啦。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國內喺香港擁有。佢一般都跟咗香港個玩嘅規則啦，已經。咁我覺得佢哋喺我的角度仲係好真同民嘅風度，好好佢係玩係好 enjoy 嗰個過程啊，係啊。即係原來香港個自由係一個有價嘅自由價價嚇，即係人哋即係想擁有嘅二千幾萬人嘅台灣，其實唔可以坐遊艇，但係反而製造廠係喺台灣為主，大部分添啊。同埋喺台灣咧，就係世界排第五嘅製造，就算嚟自佢個買家係自歐洲、中東，歐洲好普遍嘅，譬如德國啊、美國。點解咧？頭先講過啦，因為台灣做嘅遊艇咧就可以廚房啊，因為歐洲人玩遊艇咧，佢係一出去咧，譬如美國咁好多唔同嘅州，佢係住幾大日外煮嚟食嘅，一個家庭一個家庭退咗休去住。香港人唔係一出海即日要來回噶嘛，所以大家。香港的廚房就不重要嘅，國內乜即係外國，外國嘅廚房就好重視，所以大家玩的角度咩？佢喺台灣咧就可以製造，你中意點做啊？咁就今次要你試製造個廚房好靚，好多冰格咁咯。變咗香港原來廚房做到好細，或者做個吧台就得啦咁啊。變咗大部分都做一個活動空間，所以你仲要有一個市場可以買賣啦。係喎，我有朋友邀請過去嗰啲有錢人嘅遊艇，去過一次，我都係。去到啲嘢食全部微波爐叮嘅喎，佢叫廚師整定，跟住上到叮咁但我就會走個中和咯，我就會喺某個部分做一個真係有石油氣或者明火嘅煲湯煮飯食，因為我覺得講我自己出海啦，就好 enjoy 嗰個黃昏日落嗰個好靚，同埋個海，因為人哋全部啲人已經走曬，唔喺個沙灘，咁你先去游水，跟住游水沖完涼之後就食個晚餐，真係冇落味精，好天然嘅晚餐咁樣。在船上煮來吃，因為我覺得我就反而走一個 你想做個廚房就做個廚房，你想做各取所需，自由就是可貴的，你要卡拉機就做個卡拉機，你喜歡想床大一點就做大一點，你高一點就原床就都可以，這個就是自由的可貴啦。台灣就是因為國防軍事上的考慮，一般他因為他是因為怕你去走，第一個怕你逃走，但是怕是走私，還有他們可能我諗就係我個人諗咧，當時個國民黨咧就想反攻去中共啦嚇，佢啊蔣介石係咁諗噶，所以佢係一般你冇漁民證咧，就基本上你好似我哋做咗新嘅 model 船喺海度試海嘅時候咧，佢都要你曬 passport 壓曬俾佢個碼頭嗰度，先可以申請先可以出得海，係好繁複嘅。所以保釣行動嗰啲成日去到台灣出唔到海，出到海一樣道理，就係咁解。哦，咁啊有古仔喎，咁啊新加坡都係沿海㗎，佢有冇呢個蓬唔蓬勃咧？定係佢管制？新加坡咧，新加坡就好自由，但新加坡咧就馬來西亞同新加坡人咧就同香港人唔一樣個習慣咧。你留意佢哋咧，一般都著短袖衫褲啊，好 casual 啊，好 casual 啊，同埋佢哋好慳件，即係唔需要浪費嘅嘢，又唔會買咁大嘅遊艇，因為佢覺得咁奢侈嘅嘢，一家人就唔應該買咁奢侈嘅嘢。因為我覺得是一個消費模式不一樣，新加坡，所以個創業就冇咁蓬勃，冇蓬勃，咁反而原來香港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喎嚇，咁啊製造咗一個行業出嚟，咁啊即係而家最新即係一個計呢個揸車自由行就引發好多爭議啦，就有呢、這個擔心話會左右睇啊塞咗香港啲路啊，咁啊有唔同嘅意見，又未有定案啦。
咁但係呢個遊艇自由行咧，就已經即係再提咗上嚟公眾討論啦。咁呢個遊艇自由行嘅好處同唔好處啊，即係有啲乜嘢嘅即係憂慮啊，或者有啲乜嘢值得我哋要去了解，或者推動到咩行業嘅，我哋依家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深入探討。好，小政府又翻嚟，我哋今日啊，同阿張日良啊，嚟自西貢遊艇協會嘅會長，分享咧呢個遊艇業界嘅好多真知灼見喎，即係我第一次即係先知道，原來喺唔同國家地區咧，都係比較底下香港係一個最自由嘅遊艇出入嘅地方。咁我哋平時小市民就係、是放假租大家租嘅康樂遊艇出去玩啫嚇。咁、原來因為香港嘅法制啦，香港嘅即係出入境嘅自由啊，免低税金啊。就造就咗呢個行業咧，成為呢個區域嘅龍頭。咁而家個遊艇自由行嘅政策，你業界有咩睇法嘅咧？其實所有嘢推行咧，一定有利同弊噶啦，睇利多或弊多啦。一般我哋喺我哋知識覺得咧，我自己角度嚟講，我有識揸車，有識揸船啦。咁譬如最近發生啲車禍喺西貢咁啊，左太車咁啦嚇。咁其實真係唔同揸車同揸船，揸船咧就係國際條例。咁一般係靠右行嘅，同埋所有嘅燈號啊、旗號啊，同埋嗰個安號啊、行安號啊，都會國際嘅國際化。同埋喺我諗法，如果係一船兩排啦，一船兩排可以嘅話，因為廣東省沿海好多地方咧相當之靚，譬如我哋好熟悉嘅大湖沙、小湖沙啦，就好近嘅嚇。咁或者係喺南澳一個地方嘅東平洲隔離個南澳島後邊有個大亞灣嘅核電廠，有個遊艇會，嗰度有好多小島咁。同埋最近我有去過陽江海陵島一個地方咧，有個古代嘅宋代沉船咧，個沙灘十里洋長咁大咁。我覺得如果開放自由行，國內啲船嚟香港。可能比香港去國內做多過國內嚟香港嘅，因為但係必須我覺得要解決一個咧因為如果自由行好似車咁有個皇崗或者係西部通道過關咧，咁我諗中國政府會擔心因為擔心嗰個走私或者係人嘅流嘅問題，所以喺國度應該係有一個地方係所謂係報關出口，譬如話去到嗰度有個遊艇可以收留喺嗰度可以報到關嘅。咁我覺得對於兩地嘅經濟嘅發展咧，係有利多過害咯。我覺得係兩地嘅蓬勃會互通嗰、那個，譬如話自由嗰、那個自由度，當然你報出口幾多個人，入翻去幾多個人啦。香港一樣啦。覺得如果大家喺呢個試點，我應該覺得喺廣東省應該做個試點咯。做試點如果可行嘅話，因為過海真係太大啦，大家都用同一方向駕駛嘅時候，我諗比車嘅危險程度係低好多好多咯。即係其實而家到我哋今日節目錄影嘅時候咧，就政府都未講呢個遊艇自由行嘅細節啦。究竟係即係香港遊艇北上啊，定係國內遊艇南下啊，定還是係一艇兩排兩邊通行啊？就好多疑問都未交代嘅。不過頭先張日良提到，原來喺嗰個海上面嘅交通規例咧，就係、是、國際統一嘅，即係包括中國大陸都係用同一套即係。手勢啊，咪有時候係嘛？嗰、那個叫喇叭聲啦，喇叭聲啊，旗號啦，燈號啦，燈號啊，咁啊變咗或者個航行嗰、那個模式都係一樣，咁就同陸上自由行就有一個本質嘅分別，就省減咗一個所謂即係意外發生嘅可能嚇。咁加上其實海域都有個密度噶，雖然我哋望個海好大啫，但係我哋而家香港海域個密度其實即係啲船嘅數目未有排都未飽和啦。我諗香港係唔可能有飽和個船嘅密度，因為除咗你即係停泊嘅位置同埋避風塘啦。如果唔係一般大海咧，我哋講緊就係話當然如果國內人啲船如果入嚟香港，一定要遵守香港嘅法例啦，有香港駕駛執照啦，同埋保險啦。相對我哋如果入去國內都要遵守國內嗰啲嘢，我覺得呢個遵守香港係一定有嘅。但係我哋相對國內係咪有咧？我哋反而要求佢哋要，因為香港從出世到今日為止。都是我哋本着呢個精神而生存喺呢個地方，所以我哋反而注重翻國內。我覺得呢套模式係應該互動嘅，互動就係話大家守嗰個規則，大家係你可以上去或者佢可以落嚟。我覺得呢個，但必須要有一個解決咧，
佢落到嚟，佢停泊嘅地方係咪有個遊艇會或個停泊點？上到係咪個停泊點？因為如果你喺唔係一個停泊點，可能阻礙咗原有嘅漁民嘅運作啊，或者阻礙咗太多有錢嘅人嘅船喺度，會唔會有啲人會諗咗歪念去打劫啊，或者搶劫之類嘅嘢咧？所以我覺得就話必須喺過夜嘅時候要入到一個遊艇會嘅地方，因為國內而家喺大嶼山有一個好靚嘅遊艇會。在廣東省嚟講，就算深圳有一個，深圳而家本身都有四至五個遊艇會噶啦，已經。咁我覺得呢個切點，我覺得唔難啦。譬如西部有一個叫做深圳灣遊艇會啊，已經喺蛇口附近咁。我覺得呢個係唔係一個好難嘅問題咧？即係可以喺即係開放嘅初期係用會對會嘅模式啊，咁啊變咗有跡可尋啊，唔會話不法分子整租架遊艇又去運 AK-47 咁啊直接。即係危害啊嘛，係嘛？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即係分階段一步去做咯。咁呢個南下嘅情況就可能而家香港嘅遊艇數目應該多過深圳啦，係嘛？係。咁南下吸引力大啲定係北上吸引力大啲咧？北上吸引力大好多，因為咧北上咧點解會吸引力大好多咧？因為打高爾夫球又好啦，你上到去成好多嘢搬噶嘛，你要坐車去啊。咁如果一船人有幾十人，成個團去打高爾夫球，哇幾方便啊！嗰度落船就打啦，落船就打啦，係啊，咁啊變咗，我諗去北上係多過南下好多咯，因為香港嘅人咧就覺得好新鮮啊嘛，哇原來喺個海睇下中國我哋個好多海岸線好靚啊，好風平浪靜啊，好多島啊可以釣魚啊，因為佢哋好多時冇去釣魚啊，好多魚我哋香港中意好耐好耐食嘅釣魚噶嘛。咁我就覺得，俾我嚟講，覺得好吸引咯。如果北上，而家我哋一般喺個航海嘅區域，可以去到幾遠咧？我哋啲香港嘅遊艇去。而家我啲遊艇咧都可以喺台灣開翻香港啊！哇！即係等於喺台灣，等於廈門啦。廈門。咁一般我哋開廈門咧就唔大問題嘅。係。但係而家如果話初時開放咧，我個人我講個個人嘅睇法咧，係開放廣東省先咯。係。廣東省先就因為點解咧？因為廣東好近香港，咁我覺得開放廣東省，大家同聲同氣，其實我哋都同一個民族差唔多，變咗我哋覺得會處理慢慢一步步先開放北啦。即係香港遊艇北上，其實可以喺廣東省範圍啦，係啊，廣東省嘅海域範圍有啲咩吸引嘅點啊？頭先提過釣魚啊。嗱，你因為香港咧四面環山咧，嗱東邊有好大風浪。西邊又由珠江海吹出嚟海咧，啲水咧好黃泥水嘅。咁如果你係北上，譬如話我哋真係北上啦，唔去南面啦，南面有澳門啦。譬如北上一去過隔離東平洲，過隔離咧就已經係大小梅沙同埋南澳灣，好靚嘅沙灘，好靚嘅沙灘。再轉一個灣已經嗰、那個一個大亞灣個核大亞灣嘅核電廠隔離咧，係有千島嘅地方，係好多個唔同嘅小島，好多好靚嘅地方。譬如我哋滑水啊、垂釣啊、潛水啊，好啲好靚。甚至乎，譬如話好近香港嘅譬如一二門啊，或者係嗰個萬山群島啊，好多地方都好適合去釣魚啊、打魚啊，甚至乎係玩幾日嘅。係頭先提嗰啲地方，船程要幾耐咧？由香港去兩三個鐘頭。兩三個鐘，即係其實一日可以來回嘅咯喎，即係玩到。玩到一個即可能香港人體驗唔到嘅一啲方，即郊野嘅一啲即體驗喎嚇。咁如果我哋香港人北上，即遊自由，即呢個遊艇自由行，其實即業界有冇睇法係純粹私人遊艇可以北上，定還是康樂牌照嘅遊艇如何處置咧？喺我覺得咧，一開始咧應該做私人遊樂船北上好啲，因為如果係我哋習慣咗睇我哋會，譬如話租人嗰啲咧，因為牽涉到好多唔同品種嘅人，私人遊我哋唔係話有錢一啲人或者係好啲，而係比較易於管理啲，同埋你查根究底佢註冊，因為香港嘅制度好嘅，你有一遊艇你註冊一定必須係香港人或者香港嘅註冊公司，咁必須有根可尋係邊個，或者係你個群組上咗大陸，即係我哋覺得。所有嘢都源自香港，我哋個精神係合法合理去做啲嘅時候，所以我哋喺我哋業界覺得咧，應該先開放私人遊樂船好啲，將來公眾嗰個咧
由翻去大家探討咯，即係可以睇下運作嘅過程有冇啲我哋原本好憂心，譬如話咩走私啊，會唔會偷運啲雙飛媽媽落嚟生仔，入到海域已經生啦咁，即係有冇呢咁嘅問題咧？咁樣嚇，即係原來發覺冇問題，可能就可以擴大個地域或者擴大個種類，咁一步步可以去改善。咁啊，如我哋北上就有即係香港有好已經現成好多大陸。即係大量的私人遊艇可以使用啦，啲公司又可以租俾啲員工啊咁樣。南下嗰邊有啲人就擔心，即係會唔會國內啲遊艇南下會引發一啲我哋想像唔到嘅問題咧？一般而家國內喺廣東省嚟講咧，用嗰啲船長咧，開始咧大部分都係由香港上去，或者甚至而家海南島咧請好多人過去咧，都幾高人工啊。嗯。咁啊，培養咗一批人出嚟咧，其實都係其實一個新興行業喺開頭嗰陣咧，成隻遊艇佢係唔識點保養，唔識保養隻艇。我哋好多笑話出嚟嘅，咁其實係國內請人係平，但係對於隻船嗰個質素保養係差別好大。所以一般香港人教嗰陣時咧，成個制度會跟香港一樣，變咗我而家其實而家都有啲船咧係落緊嚟香港玩。嗯。但係當然有冇申請我唔係好清楚佢啦，但係一般都模仿香港人嘅玩嘅模式，就冇乜大發生過任何問題。其實因為喺公海嗰度咧，其實好多而家都會有啲船係嚟嚟去去嘅，或者有啲直升機係由個公海再繞嚟香港嘅領空範圍再攞錢。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個一般嗰個所謂就算國內嘅人。對一般有錢人，我諗佢哋都會出得嚟玩，佢都會模仿香港人個素質，即係會唔會立亂做啲唔應該做嘅嘢。同埋香港人好得意嘅，如果發覺隔離船掉垃圾落海咁簡單，都會投報舉報嘅。咁呢個互相嘅監察咧，將來互相制衡咧，我諗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同埋我哋喺海域嗰個交通嘅管制，其實現時個。措施都做得挺好的，不如我話在維港兩岸、如果要在工作碼頭上落，我見啲船都很守秩序嘅，真係一埋航排曬隊，好像有默契咁樣嘅喎。邊個嚟先嗰排一落船咁就走啦隻船。第日會唔會擔心南下嗰啲會話唔守規矩打尖啊？會唔會？我相信咧，因為呢個係規矩咧，都係我哋組織啲會啊，即係我入咗好多唔同海嘅喺從業員嘅會啦。又係得出嚟一個好嘅成績嘅，同埋如果將來佢係由少數船落嚟香港，佢一定要跟你個模式噶嘛。除非佢一開始好大量啊，如果係一路都係三七二八嘅比例，都係香港佔大部分嘅時候，佢唔跟你個模式都唔得噶。跟你個模式嘅時候，已經習以為常，將來已經一個公用嘅模式啦嘛。咁我相信我嘅睇法咧，就應該先小試牛刀，然後慢慢去擴大啦，就唔應該一開始有好大型嘅動作。即係守規矩、守秩序呢種香港文化，其實都可以，我哋可以輸出翻國內嚇。咁啊，即係揸船嘅都會即係體驗到，或者都要睇，即係要遵守到我哋啲規則。咁其實即係所謂我哋好多擔心憂慮，都可以從呢個小嘅試驗計劃一步一步，我哋可以擴大去越做越廣泛去，即係等市民嘅疑慮取消嘅同時，可以服務更加多人啦。啲遊客。國內遊客坐遊艇落到嚟，估計會帶動啲乜嘢嘅香港嘅行業咧？首先係遊艇會多咗船停泊啦。另外可能因為佢要落嚟嘅時候咧，一定要請香港啲船長啦，咁就就業個機會又多咗啦，停泊嘅機會多咗啦。第二就喺購物嗰方面啦，譬如話，如果佢可以合法地買幾多個手袋又好，咁對於就算喺香港食嘢啊，或者係行街啊，咁我諗。零售業啦、飲食業啦，甚至乎喺遊艇界別嘅用品嘅類別啦，都會受益好多喎。同埋從業員啦，即係你撚嚟香港，而家就算你所有嘅大嘅輪船嚟香港，都會揾啲大水大嘅人嚟噶嘛。即係你唔熟悉個地方，一定要揾所謂地頭蟲嘅人啦。所以我覺得整個行業或者整個香港咧，如果係有自行咧，我諗好處係多過壞處好多好多咯。咁我希望政府嘅官員都睇到我哋嘅節目啦，或者有心嘅朋友都去轉發我哋今日討論嘅好多好寶貴嘅意見啊！因為政府咧，即係為咗搞呢個郵輪碼頭啊，冇人落標咧，佢都用公帑80多億咧就起個郵輪碼頭出嚟。其實為咗都只係吸一
隻遊輪嘅客嘅啫。但原來其實唔需要使80多億，只要政府拆牆鬆綁嚇，開放一啲試驗嘅計劃，就可以吸引咧。其實自然佢自己有架遊艇就嚟到落到船啦，唔使你起個遊輪碼頭。咁啊，希望呢個小政府嘅精神啊，政府係簡政便民、拆牆鬆綁，係可以能夠推動我哋市民嘅生活、經濟嘅發展咁啊。今日要再次多謝張亞良先生，西貢遊艇協會嘅會長，同我哋分享呢個遊艇自由行嘅各種觀點同睇法。咁啊，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多謝大家。